笑，大仙不闹。么么哒，你不是黑神话黑猴主播吗？吐了吐了，播不动了播不动了。至尊宝还是这个齐天大圣，王猴变相玩黑猴了吗？这里二一技能全部都用掉啊，不然做不到那边怎么办？一棍立棍吧，对不？好戏，打这个吧，发起进攻。那个吕布还没有过来，还在脸上晃哟，敲跳，吕布来了，大家横劈，不让他劈，先敲一下，跳走，拉扯一下，敲，敲，跳走，回头，惩戒，敲，走，跳，哎。救我！谢谢你。先跟他拉扯一下吧。把大招击摔一下，对吧？后面没有兵了啊，那吕布的大招被我逼摔就可以了，那直接点击就行了。你为什么要吼？我抓了他。等一下吧，马上有大招。一棍一棍，你这个人这个墨子开可真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项羽都把他打成这个样子，他对着项羽不开大招，他对着我这个嗷嗷开大，不是怎么感觉我这王的印象他们这就很喜欢针对呢？